而家先識笑你真係，唔係咁猛㗎嘛你哋。知唔知道先開演唱會？知。嗰啲月幾號？十二月。十四、十五號。星期六、星期日嚟嘅，係啊，你講錯咗啦。好啦，第二、三、四、第五行，好有心機，所以第二個你叫咩名？你知師兄最喜歡搞笑的是不是、其實呢我今天都有少許想跟大家分享的、當然讀書會有壓力，尤其是面對公開試的同學、但是我在這裡想跟大家說，勉勵大家，其實見到師兄就知道了、在我的人生旅途裡面呢都遇到很多不同的波折、困難、險境，但是呢今次公開試可能對於大家來說是第一場的試驗而已，接下來還有很多場的試驗，所以不是說叫你不認真去對待，我們想告訴大家要有心理準備給自己，萬一如果遇到困境的時間要用什麼心態去面對呢？平常心 OK， 不要看一些太過緊要，因為其實這個只是你第一關而已，雖然第一關可能有機會或者不覺意會有少少阻滯，但係話俾你聽，前路係光明嘅，條路等緊你去行。只要你有信心、有目標嘅話，一定得。OK。喺高企咁多年咧，用高企嚟形容好好喎，即刻覺得好似自己有咁啊！在高企咁多年咧，由我由零九錢低班到Form 5咁多年裏邊咧，我諗我獲益最良多就係學校俾我嘅教育，佢教曉我點樣做一個有責任感嘅男人。我覺得呢個係好重要嘅，即係面對任何事情，你都要有責任，無論你嘅家庭、你嘅事業、你嘅愛人等等。咁啊，所以我十分感激所有老師。包括校長和校監對我的培養，所以我很感恩，每次回到學校見到很多師弟師妹，我都覺得很開心，因為我見到另一班有希望的年輕人即將又會投身這個社會裡面，祝你們一路健康平安 OK 好。今天我們這首歌，如果這首歌個歌名的答案就應該我會覺得是我的學校的，這隻歌名呢就叫做你是我的眼，你是我的眼，我覺得學校就是我的眼睛，因為它令我開拓到來到這個社會上才怎樣面對、我想唱一點你們，我不想站在這裡很荒謬、OK 謝謝你們。是不是上帝在我眼前遮住了脸，忘了
好，咁我首先咧就請演聲樓課。